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第689面第六行啊，最后两个字看起啊，第六行。大事不诸文臣，泛文自省，是为端耳。如是眼身不诸色尘，翻观自性，是为端目。如是六根不诸六尘，朗照心源，方明端正，故为第一也。对端文说的是《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性成无上道。观音菩萨他是怎么成佛的，他是怎么修的，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经文里面讲的过自端守。端正身心啊，以观音菩萨为例子，观音菩萨是耳根啊，他的功夫啊是六根里面的耳根，耳是对外面的啊，他的境界是音声。我们一般人耳都是向外，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啊。观音菩萨呢，他用的是相反的，他闻自性啊，不向外面啊，就不住闻尘，闻尘就是音声啊，所以他回过头来反闻自性，用这个方法他得到禅定，从禅定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成佛了。如果我们对外，肯定会被外面境界染污啊，受外面境界的影响啊，生起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生起贪嗔痴慢，这就叫造业了啊。用菩萨这个例子，我们将它引申啊，如果我们引不诸色尘，眼的对象是色啊，不诸色尘能够反观自性，那我们的眼就端正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端正了啊，眼也端正了啊，如是六根不诸六尘，朗照心源呢，方明端正，故为第一，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不是初学的境界啊，连老修也达不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啊，这功夫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能够用观世音菩萨这种方法的，可能就找不到了。没有人能够像观音菩萨。啊，那我们要成就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念佛。这个方法跟梵文自性比起来容易太多了。那反过来之后，眼所见的是色性，耳所听的是闻性。那身所出的是出心，明心见性。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得，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啊，可是做不到啊。啊，念佛这个方法呢，我们有地方下手，我们能做到。啊，念佛容易，功夫浅深不等。讲到最深处，比观世音菩萨这个方法还要高。啊，确确实实，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或者在一切法门当中啊，念佛是第一了。啊，念佛人也必须要端正身心。不但我们往生有把握，往生的品位就很高了。啊，所以前面前的解释，身心端正呢，举儒家的四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取这个。啊，那我们六根不应该接触的，我们尽量远离。啊，这样就好。啊，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只有远离干扰，这是最高明的一个方法。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染污最严重的，这个要知道，就电视、网络。啊，染污非常严重。啊，早年我们在美国，美国的学校，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就开始用电视，用这个电脑。啊，那时候韩馆长在世，他的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啊，电脑在功课上倒不多，啊，他去看游戏的节目非常多，啊，晚上睡觉躲在被窝里面看，啊，内容我不清楚，有人告诉我，内容全是负面的，杀盗淫妄。那小孩从小就开始学这些东西，长大能不叛逆吗？啊，所以许多家长我们遇到都说孩子难教。为什么难教？他已经学坏了。中国古人说的好啊，
教儿婴孩，教夫出来。要想把小孩教好，什么时候教啊？婴孩，婴孩刚出生呢。这种教学法只有中国古人懂得，而且在中国是世代相传。农村妇女没有念过书，没有知识，但是她懂得怎样教小孩，她有这个本事，有这种常识，这个常识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怀孕期间，这个母亲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言行举止也会影响胎儿。所以在中国古礼里面有怀孕的这个礼节，这就是于胎教。母亲一定要懂得你的情绪，你的举止跟胎儿有密切的关系，你举止端详，这个小孩的根就扎得好啊。如果心情不好，将来小孩心情就坏了，它影响他。出生之后，父母在小孩面前一定要守礼，就是教小孩呀。他虽然不会说话，他睁开眼睛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出生下就在开始学习了。所以你给他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这个孩子将来就成圣成贤了。身心端正父母教的长大之后，虽然他进社会，当然免不了受染污，基础好更好他在接触外面境界，他懂得是非，他懂得邪正所以他有能力辨别现在小孩不行了从小接受的就是负面教育真的从小到大，他耳朵所听的就是斗争竞争斗争，学会了自私自利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现在这个社会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典籍存在，没有人去念了，有念的人没有人去做了这是我们非常忧虑担心的一桩事情怕古圣先贤这种好东西非常可能失传了我们今天能做到的只是将这些好东西大量翻印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地方都能收藏，我们对象是大学图书馆
啊，城市里面的公立图书馆，啊，可是没有人读，没有人真正把它落实，没有人将它发扬光大，这是危机。啊，灾难确实是非常频繁。大家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啊！我不接触媒体啊，五十年来，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才能保持一点清净。我每天所看的是经，佛经，啊。也看一点古圣先贤的这些书，啊，这是我们自己保护自己，避免染污。啊，那么今天像我这样的人有不多。我们担心的底下一代怎么办？现在灾难频繁，频率越来越上升了。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很多人心慌。啊，这也是正常现象。不过，我们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救自己，救家庭，除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一定要认识，啊，灾难来的时候，一定要一心不动，要坦然，要镇定，啊，你才有智慧。如果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非常之好。啊，灾难当中，我们知道许许多多人都是死于惊慌失措。啊，也就是讲被吓死了。啊，被吓死的人很多。啊，这是我们可以避免。啊，我们了解，不害怕。啊，实在说，美国这个电影片能找到2012这个片子，多看看，多看什么？看成习惯了。啊，灾难就是这样子，你就了解了，你就不害怕了。没有见过突然来的时候，真的会惊慌失措。会被吓死。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平常。要把心量拓开，啊，大公无私，能够舍己为人，啊，我为人人呢，
人人为我。先不求人人为我，先只顾我为人人。你去修善积德了。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人在这个世界有共业有别业，每个人不一样，就别业。如果大灾难，我们有共业，也会在大灾难当中走了。走了是不是不幸呢？未必然。每一个人的造作，就是去处不相同啊。造物的人，这灾难当中走的，他到恶道去了；行善的人，他到善道去了。学佛的人，真正学佛，能放下万缘，一心专念的人，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修善积德，他对这个世缘有留念，不想离开。他又生到人道来了，二来生会比今生更幸福、更美满。所以学佛必定要知道，人没有生死啊！我们自己永远没有生死，这是真的。生死是这个肉躯。这个肉身有生死，肉身不是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没懂，不懂啊，你这个佛是白学了。我是不生不灭，是永恒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在报告里的说：“何其自信，本不生，本无生灭，不生不灭。”这才见到的事实。肉体丢掉了，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物质，这个身体好，我们肉体有束缚，不自由，灵性摆脱这个身体之后得大自在呀，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好好的修我们那个灵体，这身体不重要。可别让我们的灵体跑到三恶道去了，那就错了，那真的叫大错了。一定要修善积德，帮助我们灵体不断向上提升。修净土的人，佛在此地劝我们端正身心，与善相应。这个目的何在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提升我们的品位。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
啊，这是应该要去做的。啊，现在在这个世间，受一点苦好，受一点委屈更好。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呢，没有留念的心呢，我们离开容易啊，情执深的人很难离开。啊，我们不肯放下，有人逼着我们放下，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啊，对于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要生感恩的心。啊，他逼着我们放下。换一句话说，他帮助我们超生了。所以大乘佛法里的说，仁者无敌，仁者是菩萨，菩萨永远不跟人对立，这叫无敌。不但不跟人对立，跟一切万物都没有对立。啊，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只有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这叫修菩萨道。啊，所以我们六根绝不贪外面的境界，眼不贪色，耳不贪声，鼻不贪香，舌不贪味。你的心就清净了。啊，只要有贪嗔痴慢呢，你的心就不清净，就染污了。经题上教导我们的清净平等觉，那就是修学的目标。啊，我们能够得清净心，你就决定得生净土。啊，佛在经上常说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极乐世界是净土，是清净心现的。阿弥陀佛的清净心现的，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清净心。自己心不清净呢，跟阿弥陀佛冲突，没有感应。啊，那么我们要清净。别人要贪嗔痴慢，我们跟他们有冲突啊。我们不要贪嗔痴慢，他要贪嗔痴慢，再给他嘛。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不要，他要。所以，菩萨跟一切众生永远不会有冲突。啊，没有利害关系啊。啊，我们要的是清净心。要的是平等心，要的是慈悲心。啊，这就是智慧光明啊，朗照心灵。啊，这是真正的端正，真正的第一。啊，下面说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啊，一同居上之前身而已。啊，浅言之呢，身心立垢污染。
但我们初学，这非常管用啊！啊，凡是有染污，我们远离，不受染污。啊，生活当中一定要平淡，要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啊，随缘妙用啊！啊，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习是善也。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现在跟初学不一样。啊，初学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是仁义道德，是无戒是善。啊，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跟他相应，绝不能违背。啊，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特别重视啊，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跟沙弥律仪，净宗学会成立至现，这20多年前，啊，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的，啊，第二个是在加州，在旧金山，美国净宗学会，啊，这两个会现在还都在，啊，当时我们提出，我们行门5个科目。啊，行门是真干了。啊，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那是修行的总的指导原则。师尊讲得很清楚，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这都重要。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菩萨修行成佛，一定要遵守这三条。啊，你不遵守这三条，你不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修行最高指导原则。那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么做？落实在《弟子规》。你把《弟子规》真正做到了，这个孝亲尊师，你就体会到了。啊，不是深层的体会，是开始有一点体会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做到，孝亲尊师，你说说而已。你体会不到，体会一定要自己切入境界才知道。像吃东西啊，吃到口里才知道滋味，怎么讲都没用处啊！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尝到，你讲出来才有味道啊！啊，不是亲身做到的不行啊，总是各一层啊。啊，说得再好，别人听了怎么样呢？
听不出味道，不能感动人。啊，亲身体验的，你向别人讲解的时候，人家听到受感动会流眼泪啊。啊，你做的越多，你体会就越深。啊，这一桩事情胡晓林的报告最清楚啊。啊，特别是他最后，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那四个月他照顾他的父亲，惊到吓到了。啊，这是现在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啊，他做到了。他在弟子规体会就深了。啊，感应篇十三页都是要去做的。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头一句修十三业。这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把这个学习的顺序排出来了，从弟子规学习，再学感应篇，最后修十善业。那么前面两个没有，十善业道都是空的。啊，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出家的，在家的，啊，在家的，十善业道没做到；出家的，沙弥律仪没做到。不但沙弥律仪没做到，弟子规也没做到。佛教怎么能不衰呢？不但衰啊，恐怕将来没有了，会在中国消失掉了。啊，没有人真正干，佛教在中国就变质，变成什么？充其量变成学术。像伦敦啊，这几所大学汉学系里面所学习的，我们去看过啊，把佛的经典当作世间一门学术来研究，它变成世间法了啊，它变成知识而不是智慧。啊，儒释道全变成知识了。在古时候中国不是的，儒释道全是智慧啊。佛讲求大彻大悟，道也讲求开悟，儒也讲求开悟。啊，开悟才真正管用啊，不开悟的不管用啊。啊，那今天要开悟，你就要走开悟的路。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就是开悟的道路。你看，先把规矩学好。啊，这是第一条啊，戒三佛头一条。头一条做好之后才能升级学第二条。第二条呢，受持三规。
三归是觉真经。这是修行最高的理念。如何能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佛是觉的意思。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名号，就要提起觉不迷。听到人读经，看到经本，就要想到正而不邪。看见出家人，他就提醒我们静而不染。他染不染我们不要管，他提醒我，提醒我静而不染。他这个形象叫我，他自己染不染与我不相干的。我看到这形象的时候，我就想到静而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叫三归呀，是归依自信的。归依自信觉，自信正，自信净。现在受三皈的人有没有这个念头？没有。三皈完了就完了，一切都完了。拿到皈依证，我是皈依三宝了。你看他还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还是搞得迷些染。假的不是真的。具足众戒，不善为，不犯为宜。众戒在家的是五戒、十戒。就八关斋戒。在家有菩萨戒。出家有沙弥戒，沙弥律仪，有比丘戒，有菩萨戒。那个五戒、十善、三规都没有，哪来的众戒呀？古人早就忧虑了，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藕益大师对这个事情非常忧虑。明朝末年，距离我们现在300多年，差不多有400年了。明朝末年。400年前的人为这个事情就非常忧虑，怕佛法在这个世间失传了。虽然佛说了，他老人家的法运12000年，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释迦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那12000年已经过去了3000年了，后面这个9000年，我们是后面这9000年的开始，再过38年，佛的法运还很长，不至于断掉。真正修行的人
我们没见到，肯定有。啊，我曾经将这个问题向张家大师请教过，张家大师叫我放心。佛教不会灭，但是有兴有衰。啊，这是肯定的。现在呢，是衰到谷底了。啊，要兴不会突然兴起来。啊，最快呀，恐怕在100年以后啊。啊，200年以后肯定兴旺起来。啊，为什么？对佛法认识的人啊，逐渐会多了。啊，这些是什么人？科学家。啊，近代科学研究的报告，很多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让这些科学家们呢非常惊讶了。啊，几千年前佛经上所说的现在被科学证明了，他当然会复现。啊，将来出家学佛的可能都是在科学上有非常伟大的成就。啊，他们回过头来那很快他就成佛了。啊，因为他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开悟的，就是大彻大悟的边缘。只要他真正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他就成。而且他放下比我们容易，因为他了解现象是假的，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自然现象也不是真的。啊，他了解的非常透彻，所以放下很容易。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将来佛教的时候，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出家，他们来继承。啊，来继承如来家业。啊，佛法讲得好啊，诸佛如来的红船，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众生喜欢宗教，他以宗教的身份出现；众生喜欢科学，他用科学的身份来出现；喜欢哲学，他用哲学的身份来出现。佛法是圆融的，它没有执着，它没有分别。啊，所以我想法很可能将来，啊，哲学跟科学继承了佛法。啊，这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那我们学了60年，接触到最近的这些科学报告，啊，看到这些科学家对佛法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异，那是惊喜呀！啊，所以它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
啊，那么善的标准啊，是法佛法，佛法的标准无界是善啊，是法的是标准，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全都落实了啊，你表现在外面就是威仪有则啊，这是一个标准啊，你的行住坐卧，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起心动念，是一切众生是人天大众的标准。这是最好的标准呢、啊，是与自信性的相应的标准呢、啊。啊，那么这个人，我们就晓得，他将来是一代的大师。啊，他继承了如来家业。啊，现在在世间不多。啊，往后慢慢会多起来。啊，这个人大公无私，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都是善的。深言之呢，实觉之妙其本觉理，才是。与善相应，这个境界就高了，这是正果的人啊，凡夫做不到啊。但因地之此地一善，就近不利诸莫作众善奉行啊，表现在外面究竟佛果妙觉如来也是诸恶魔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啊，这个番这三句是佛法讲的第一善。你看第一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说绝了。这三句话浅言之对凡夫说，深言之是等觉菩萨，是妙觉如来啊。下面我们看根究本宗啊，讲到我们净土宗，十界大势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门，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都是六根。孟子说过，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跟都是六根的意思非常接近啊。这是儒家了，孟夫子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他所说的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是一样的啊。我们前面读到的菩萨
不住闻尘，不住色尘，六根不住六尘，就是都是六根。啊，把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不要向外去攀缘，收回来，你的心就定了。啊，我们心为什么定不了？六根心都在外面，啊，一根在里面，一根也圆，前五十落实的印象，落下的印象，啊，在哪里呢？在意识的相分里面。意识的相分，对外缘前无根的落下的印象，对内它缘阿赖耶，缘莫那识，所以它的能源境界非常广大。啊，你要不把它抓住，你心就定不下来。啊，大势至菩萨言语很简单的，对修学非常非常重要啊。多能收拾，净念就现前了。净念相即，说明你里头没有杂念了。这个净念是什么？就是一句佛号。下面说了，一声佛号，六根俱舍，即六根自断也。啊，临风偶业大师，这两句话是他说的。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心即是佛了，六根自然悉皆是佛。这是讲到念佛法门的，至少每一天在修行定课用功的时候，我们六根决定不远外头六尘境界。啊，你在念佛，看到有人经过，哎，还仔细看一下，你受他影响了。你跑，你心往外头跑了。听到外面有声音，啊，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只要有反应，你的二十跑到外面去了。啊，那怎样才收拾六根？念佛的时候，
心里头只有佛，外面东西没看见，外面音声没听见。为什么？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个心识呢，就是心识啊。你眼识收起来了，视而不见；耳识收起来了，听而不闻。你所听到的、所闻到的，就是那一句佛号。这叫梵文文字性呢、啊，性成无上道啊。这什么东西啊？念佛三昧现前了。啊，这就是六根俱舍，六根自断。啊，临风大师真言句话讲得好。啊，我们心本来是妄念很多的，一集中在佛号上，妄念就没有了。啊，妄念全变成阿弥陀佛了。啊，心即是佛，六根自然通通都是佛了。啊，六根是佛了，给诸位说，六根对象六尘也是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古人二鼻口舌皆当自断，自断者一声佛号，六根自然断正也。自然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啊，这善是什么呢？这是心是佛，这善啊，完全回归到自信了。啊，你用功。这个功夫是事先作福，啊，做什么福呢？做事先是福。大乘经上佛常说的，本来是佛，啊，你本来是佛。你现在要是心是佛，你就回归本位了。啊，是心做佛了，就回归本位了。这是真善呢、啊，绝对的善，这不是相对的。啊，屏幕重复劝勉，因。气卧之善，啊，这个气欲之卧，暗合专诚，这一篇最后，佛慈悲到基础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应该要把欲放下，要把我放下。啊，欲是欲望，欲望是我之源，贪嗔痴慢是我的因，你只要还有欲望存在，你决定造恶业。啊，所以欲望越少越好，少到没有了，你就成佛了。佛没有欲望。万缘放得下了，啊，与
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财色名食睡，叫五欲。啊，凡夫还有这个身体在，那么这个五欲还离不开，要把它降到最低的界限。世尊当年在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给我们实现的气欲之物啊，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不是做一天两天的，做了一辈子。从19岁离开家，到79岁圆寂，他能保持。几十年如一日啊，慈悲到基础啊，我们要明了，要能体会到。这一种慈悲的大德，在先前这个时代，美国布莱登先生说，我们如何应对明年这个灾难啊，2012，我们现在看的许多征兆，这个灾难不是假的。啊，他提出了三句。第一句，气卧阳山，跟此地气郁之卧有个意思。我们要把一些卧的念头放下，卧的言语放下。我的行为放下，才能够平安度过这个艰难。不放下不行啊。啊，要求我们在言行上做到下面四个字：安、和、专、诚、身安、心诚。啊，行要专，态度要和，啊，这四个字表现在外面。不但自己能度过这个灾难，也会感动别人。
啊，这个头戴得好啊！啊，因为这四个字，灾难当中啊，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啊，你能做到啊？啊，为什么呢？你把欲窝放下了，所以你才深谙啊。太和太度啊，行专行成，是这个嗜欲的嗜，爱好与贪求也，这两个我们把它放下了，没有爱好，没有贪求，一心只知道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要说我们的欲求，我们对这个世间没有欲求，对娑婆世界没有欲，没有求。啊，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我们求清净阿弥陀佛。啊，与大乘一章第七卷说，然爱成净，明知为欲。啊，成是什么呢？色身香味触，这是五成。啊，此五者能起人之贪欲，所以又叫做无欲。啊，五尘就是无欲。知度论曰：无欲又名无见，破种种善事也。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呢，勿随嗜欲。啊，这个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这就是修行，真修行。对于饮食起居随缘，啊，不要在这个里面生起贪心。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也不必故意。一切随缘就好，啊！佛常教我们，随缘不攀缘。啊，我们要想吃些什么，穿些什么，这就是攀缘了。啊，跟大众在一起，样样都好。啊，这叫随缘。随缘没有烦恼，心是清净的；攀缘，你有起心动念。你心不得清净，啊，所以不要随嗜欲啊。且住欲之中啊，淫欲之毒最深，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也。啊，这个是五欲里头最深的，伤害最大的，啊，会引导你堕地狱的，引导你做杀盗淫妄的，这就是淫欲。啊，所以佛慈悲。啊，对出家人，头一个是断欲；对在家人的戒律，头一条是不杀生。啊，这最重的。出家戒律头一条是不淫欲。
啊，因为在家人他还没有发心呢，出离六道生死啊，所以欲没有断。那出家呢，你都是为了生死出三界，了生死出三界这个障碍淫欲第一最严重，去先要把它断掉。啊，若能离欲，则可不犯诸我。这个欲是五欲，五种欲的财色名食睡，统统要把它放下。啊，你自然不会作恶了。啊，实乃身劝诸恶莫作。啊，这把诸恶莫作了，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下面说颜色当何？言语。啊，色是容颜，我们讲的颜面色。啊，现在讲表情。啊，你的言语表情要祥和。还原观上讲的如火。啊，要避免粗暴。啊，说话声音不能太大。啊，举止一定要端详。不能过于急躁，啊，这些现在人不讲究了。啊，我们看200年前僧曾国藩在世，曾国藩对他子弟的要求，啊，对他晚辈的要求非常严格。你看他的家书家训，你就知道了。那些要求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现在人不懂。我觉得我们将来如果办佛学院，曾国藩的家训可以开一门课。必修课啊，里面全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啊。你不学，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做佛？啊，经典戒律威仪里面讲的是很多，也讲得很详细。啊，怎么落实？曾国藩家训里的就是落实。啊，子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过失，他全把它说出来了。
啊，现在人没有了，你有过失，人家不敢讲你了，那怎么办呢？最好看曾国藩，啊，对他晚辈的教训，我们在这个里头吸取教训，认真修学，啊，这才有好处。啊，对于播放主是呢，身劝诸恶莫作。啊，这个里头有《弟子规》，有感应篇，有十善业道。啊，中国古人家家都有家训，啊，像《了凡四训》，于尽义欲造神迹，都在这一句经文范围之内。啊，不学怎么会知道？颜色长河就是四摄里头的爱欲。啊，四摄法是师尊教给我们与大众相处的四条界。啊，人不能够脱离人群，跟大众在一起，我们要怎么做？啊，这就是四摄法。我们当年2008年、2009年，我们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做得很成功。啊，当时新加坡有一位部长曾思森先生，啊，他问我，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些不同宗教团结起来？我这是佛教给我的。他很惊讶，佛教的，佛怎么教的？是四摄法。啊，他对这个很重视。啊，四摄法里头第一个是布施，这个布施，我们用现代人的解释，送礼。啊，人跟人往来的时候，头一个就是要送礼。礼多人不怪呀，啊，你要懂得。啊，我应邀到新加坡讲经，法缘非常殊胜。啊，演培法师有一天请我吃饭。啊，在林芝素食餐厅。啊，就我们两个人，没请别人。啊，他也是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我就告诉他，行四摄法了。头一个布施啊，人家要我来讲经，我还没有来，先把这些经论善书啊、戒缘的东西啊，通通都寄过来了。啊，听众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了，欢欢喜喜。啊，吉隆坡，第一次去讲演，我们的活动好像只有两天了。啊，我们没到吉隆坡之前，啊，运的戒缘的东西，卡车已经装了两个卡车，运过去了。啊，差不多有七八吨了。啊，礼物先运过去了。啊，我到日本去访问，送给日本净土宗，每一个道场一部大藏经，送了30部。啊，这是四摄法里的布施。啊，人皆欢喜。啊，第二个爱语。啊，爱语是对他真正的关心。这叫爱语，不是说好听的话了。要为他着想啊，他有哪些困难，帮助他解决啊，真诚地爱护他，关怀他，照顾他，后面就是互助合作啊，这做朋友啊，第三个是力行啊，我们所作所为对他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对人家欢喜了。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是拉信徒，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宗教与宗教之间最怕的还有一桩事情，自赞毁他啊！我这个教好，你不如我，这个话不可以说，要平等，要学谦虚，要学赞叹别人，人家才乐意跟你往来啊！你要自己赞叹自己啊，要回望别人，错了，别人就跟你划界限了，永远防范你，你不就错了吗？啊，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呢？众生根性不相同，文化背景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啊，在过去，人与人之间，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的交通，没有资讯啊，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啊，我小时候住在农村，确实有老人，一生
没有经过城，人家城市都没去过。啊，城市不远的，我那时候要走路，啊，都没有去过城市。最近的，就是居住自己地区的小镇。啊，所以形成许多不同的宗教啊，都是神圣在教化一方所实施的。啊，我们这种观念他能接受，他欢喜。啊，所以对一切宗教都尊重。啊，绝对没有批评。啊，普遍赞叹。啊，四摄最后一个是同事，同事很难做。啊，我们只能够做狭义的同事，不能广义。啊，狭义是什么？我们要团结，我们要互相学习。啊，不但学习我自己的宗教经典，别人宗教经典我统统学，我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啊，狭义的。啊，广义的同事，那要证了果的人才能做到，不证果，不容易做到。啊，所以深信，啊，这个四摄之爱语，摄合者，慈光。啊，如何制止？啊，心地真诚，颜色如何？啊，大家喜欢接近你。啊，身行自身之所行，专是专一，专诚专敬，所以身心当专。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夜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教之道啊，贵以专呢、啊。学多了，学杂了，你就不专，不专呢，你的心力分散了，你的时间也分散了。你所得的东西有限，多半都得一些皮毛知识啊，你得不到三昧，更得不到智慧啊。你要想得三昧，三昧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啊，智慧是从定中发生的啊，所以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啊。没有智慧，你所学的是常识啊。我们从现在人话说是知识，你的知识很丰富，你没有智慧啊。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而且往往有后遗症，智慧没有。智慧解决问题是圆融的啊，所以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啊。我们在经教里要求智慧啊，啊，求知识就错了。
啊，就专精行道啊。若就本经呢，再劝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动作是行动，展示是看，许是缓，故动作展示安定虚位。这是必须要学的。学什么？学稳重，学安详，学镇定。啊，要把现在的人那种心浮气躁要把它洗干净。人要表现的是心浮气躁，你就知道他再勤奋、再精进、再努力，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是皮毛常识啊，真正的内容他得不到。对印祖所说的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那个利益是真的啊。事出世间圣学都要用真诚心去学习，啊，我们学其他宗教经典也是一个道理啊。我跟许多人谈到学习的问题，啊，我跟马哈迪长老说，我读古兰经，他问我你是不是读中文的翻译本，是的。啊，我有好多版本啊，我读古兰经，我说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他看着我，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我体会不到经里面的奥义。他点头啊。我们读古兰经，要是把它看到，哦，那是回教的。这里头有个界限，你所得到的是皮毛常识，你怎么能了解它？啊，我说我读新旧约，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啊，印祖说的吗？一分诚敬你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得十分利益，你有百分诚敬你就得百分利益。啊，所以我们读的，我也曾经讲过，我讲过古兰经啊，啊，他们听得很欢喜啊，觉得我讲的不比阿訇差了。啊，我讲的玫瑰经在天主教啊已经流传开了。啊，光碟已经到处都有了。啊，你不是真正虔诚，你怎么能知道他的意思？啊，我们带头来学习。啊，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他们也会学佛的经典。啊，但是他们学佛的经典，可能也学一点皮毛常识。什么原因呢？
诚敬心做主的。啊，他有真正的诚敬心。啊，我们翻开圣经，啊，用对阿弥陀佛的真诚，对释迦牟尼佛的真诚呢，来对耶稣，啊，来看耶稣，来看摩西。啊，我们能看经典里头的真东西啊。啊，我们翻开过来，啊，就是对诸佛菩萨那种诚敬，那对穆罕默德，世出世间一切法，离不开一个诚。人要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你决定有成就。啊，真诚的人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啊，浮躁的人没有真诚。历经叛道的人没有真诚。啊，自以为是的人没有真诚。真诚的代表，孔子算是不错的啊。述而不足，信而好古，真诚表露出来了。啊，述而不足是谦虚、恭敬啊，对谦德啊，《了凡四训》里头。讲谦德讲得非常之多，啊，满招损谦受益，上书说的，啊，自以为是，这是满招损的，人家看到那个态度，对你们敬而远之。啊，你谦虚恭敬，真得到利益。那为什么别人真叫你，真劝导你，自己许多过失自己不知道啊？啊，谁肯跟你讲？没有人。在古时候，真正说你过失的只有三个人：你的父亲。母亲，你的老师，就三个人。啊，朋友不敢说。啊，说什么你不能接受啊？这交情就断绝了。啊，朋友之间相处，要知道察言观色。啊，口里说很谦虚恭敬，啊，请你指教。你要马上去批评他的时候，你看他颜色就变了，脸就红了，就不能再说了。啊，话题马上要转开，否则话再见面就难为情了。那么现在麻烦大了。父母不说你了，老师也不说你了，你如何能改过自新？啊，那怎么办？现在只有找古人。啊，《了凡四训》好。啊，像感应篇这种，都古人作品。啊，《弟子规》全是古人作品，找这个。要想真成就，把圣贤的条件具足，
基础打好，这些东西不痛下功夫做不到啊，把它看浅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啊。你像盖大楼，你永远没地基，你怎么可能成就？啊，中国现在这些典籍还有家规，我记得好像有家训、家规呀，有人把它专门收集起来，印成一套书。啊，是从别人家谱里头收集的，这个很好。啊，曾国藩的家训、曾国藩的家书都可以读。啊，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特别对于现代社会。啊，这只是自求多福。现在找一个好人来劝他们，找不到了，你不敢了。啊，安定虚为就是一举一动都安详镇定，从容不迫。啊，仓促、匆促、慌忙。这个仓促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浮气躁啊。第一，审慎，做事慌忙，必将失败与后悔。啊，可是现在的社会要求的是快，动作要快，讲求效率。那我们细心就观察，稻盛和夫他违背了今天社会上一般的要求的原则，他违背了，他走中国古老的路子啊，50多年的经营没有失败啊，营业从来没有亏欠啊。看看别人的公司，在金融风暴、泡沫经济时候都有受伤害，他如如不动啊。这些地方能看出啊，别人看起来心浮气躁啊，他老人家安详镇定，从容不迫啊，所以对他不产生影响啊。不该做的决定不敢，所以不义之财他没有贪心的，不劳而获这个事情都不敢啊。商场上投机的生意，人家劝他走他不走，他这个是不劳而获啊。投资房地产
啊，他要做的，自己一定是真正辛辛苦苦就耕耘收获的，但这是他应该得的。啊，投机取巧，这万万不能做。啊，所以一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而且盈利，他不把自己看得低，他把员工看得低。啊，盈利，利益归谁？第一个归员工，员工他们的辛劳，啊，不忘记他们。第二个顾客，为顾客服务。第三个还有利益是公司的，所以他的员工把公司看成自己的家了，啊，他真干了，啊，实际上他就是把中国古代家庭啊、家道、家规、家学、家业，他继承了。他用企业做成功了。啊，这以前我们不知道啊。啊，我教胡小林的，就是。这就这样一个想法看法啊，胡小林做到了啊，规模没有他大啊，做得很稳当啊道生先生这两个企业值得去参观去学习啊，企业家应该去好好的考察啊，稻盛先生身体还不错啊，有机会可以请他来讲学啊，特别是企业界他的经验很丰富，他的学问全部都是得自于中国传统。啊，两三年前老祖宗的教诲，如果所行不慎，那就枉失功夫，枉失丧失。功夫是修持的功力。你就丧失了啊，经营事业那你就失败了。中国的事业真的它是讲求千年万世的祖宗立下的一些规矩啊，世世代的子孙如果能够继承，他可以立于不败。啊，所谓是百年老店呢，他们的人非常本分，非常忠厚，啊，他们东西没有人不相信，货真价实，规规矩矩的做。他所以他永远不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